请问社长，我看孔今仔日要失望了哦。哎，这种回馆专用的电梯卡，你哪有这？我袂瘾跟你讲啦，你有当作是我伫外面涂骹凊彩捡的啦。社长，要成为百年会馆的会员，是不是一定要明仔小姐同意？伊之前不是讲会员已经满了？一定要有人退出，才能够离开。你嘛好奇吗？好奇讲本党有啥变作会员？是啦，可是啦，这是米亚当做决定的。啊，不过若是有有利的人士出面，这就真歹讲啊。是讲本党的，伊敢毋是台中人？这我都不了解。本党的心情无好，来百年会馆，啉酒是欢喜，毋是该优秀。你有心事？看起来要伫个百年会馆探听消息，唔是遮尔简单。我是先甲咪啊关系哦，从我先个只讲，安尼哦，较袂阁碰壁。无啦，我都惊你做事受较忝啦，安尼尔。安尼我泡个咖啡，互你啉，互你提神一下。我专工去学个哦。好啊，请啉咖啡。小胖嘞，好啉吗？手艺真好嘞，咪啊！多谢，是你唔甘呀？嗯。青木社长，你外面我听到冯当你的声，想讲要来拍只招呼啦。想袂到你真正变作这个会员呢？啊，你搁咧讲迄什么电梯卡是你捡到，真爱开玩笑啊你啊！电梯卡是咪啊亲手交我的啦，我无甲阮大兄讲，是因为我无想要写伊的名字。啊，青木社长，你是来插金苗？阮大兄人呢？周大人咧姓法啊，我甲客户约来交我恭喜你啊。青木社长，你是讲盛发集团周信强，周大所长？嗯，周信强是我的结拜大兄啦。我们这三方合作，你去上野商城，这新闻加大，我相信讲你应该有听过。哎呦，来百年会馆啉咖啡哦！小冠，这是人咪啊特别泡我啉的啦。咪啊特别泡你啉的？哇！我做会员这么久，我可唔捌啉过咪啊泡的咖啡呢。哦，片个真香呢，是加什么好料的？我敢不当来一杯啊？无什么特别，我看彭董会感到足忝的，专工泡咖啡，互伊提神尔。彭董处长，我常常收到有其他的贵宾爱招待，即马青木社长伊有时间，安尼恁两个慢慢仔讲，我先去无闲，期待你后盖再来。无啦，咪啊，咪啊，彭耀武竟然甲信强是结拜兄弟。唔知影敢会影响到总裁的计划。大叔，姚母伫外口有小三啊？敢咪是素个知影你甲姚母的关系？素啊，姚母最近哦在无影上野商城的工程，哪有可能伫外口偷食？你莫乌白想。我无乌白想，你哪拢无爱相信我？而且我有证据呢。什么证据？就是这。这张美钱哦，是为姚母的身躯顶摕到的。我相信这只狐狸精哦，一定是在这上班的啦。大叔，阿免打，你一定要给我倒想一个办法，让我会当入去这看门啊！我要看这只狐狸精哦，到底生作是圆还是扁？啊！伊是用什么手段，把阮姚母白家咧玲珑死？那会甲信强前女朋友共名？那真正是伊，那会甲姚母有关系？我这个人就看眼眼，迄天我身体无爽快，好佳哉是彭董你甲我救。自迄天开始，我就决定一定要交你这个朋友。其实彭董逐摆来，我拢甲你当作是足特别的朋友，
当然要亲身跟你交代，就亲像这杯咖啡同款，干那饭桌你有，其他的人客拢无，请你。好啉呢，上这个咖啡有一个真特别的味呢，真正是好啉。杨姐，多谢你从三个人来这开眼界。对啊，阮对这哦真足好奇。其实嘛无啥啦，就是为咱倒酒，有人会感觉轻松会当讲代志的所在呢。这看起来消费应该不小哈。迄空伫咧姚母的身躯顶闻到的，就是这款芳水味。我这个好鼻生哦，绝对无可能闻唔到的。文道，来，食水果。你介意什么水果？阿介，你跟我讲，我特别为你准备。今仔日就麻烦你靠胃口一下。拢有切好的水果通吃，那有啥物通我胃口的啊？是，说过了。我问你，你是咪叫米娅？都是你这个骗米娅，又怪我后生要破坏我的家庭。本夫人，你误会啊，请你放手。安怎？想要闹跑哟？不可能啊！我想对你要做这款白计小的代志。说过了，放手啦！我是来啉咖啡的，还是？啉咖啡。我大刚伫个水煮汤互你啉，你拢无我遮尔啊紧嘞！你一个查甫人，伊一个查甫人关伫个房间内底，你跟我讲你伫个女嘉宾，你故意闹，讲你伫个关洛英好啊，我太相信。算了算了，都是啊，阿免得我了就真正互你吃，都是。哎，好了，你一定要袂当帮伊耍。好啦，你知影，我上讨厌就是破人家庭的人，好，你。是你，董叔，你敢会有识识哦？啊，早那这安尼，都甲伊约约出来，甲伊讲半地就好啊。我告廖尊公是讲名尔，所以你爱我带恁来遮，你是来掠狗的哦？什么掠狗啦？你爱破坏我甲米爷名声啦？杨姐，是的啦，无事先甲你甲代志讲清楚。我咧想，这其中有啥物误会啦？米也是这个头家，伊甲彭董绝对无可能有啥物特别的关系啦。彭夫人，我会当用我上野社长的身份替你挂保证。我去会馆是为了我要探听消息，我是想要知影讲到底是谁在暗中一直想要甲大丰营造，还佮有盛发集团创空。我咧在外面拼事业，忝甲要死啦！结果呢，你一直乱啦，佮从大嫂佮阿妹人咧拖拖累，真正是世间两无半个赛有呢。啊，佮有你啦，青木社长啦，你耍手关系哦，出门都是要互我歹看的嘛。咱是事业上的 partner 呢，我若真正是有甚物闹亏待，对你是有甚物好处啊？啊，你想讲你要趁这个机会哦？叫我解约，然后叫付建违约金嘛。彭董的，是阮拜托杨姐带阮去的，伊完全唔知影阮要去遐创啥，说话真正又要紧你的，伊烦恼讲你会无爱伊，阮才会帮伊想这个办法，请你卖生气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说到去啦，这是场误会，说完。姚母无对不起你，伊嘛真要紧恁这个家，伊只是较袂晓表达伊家己的感情，这点比较真诚，我拢会改正。对啊，我知影，多谢你。
静瑶，你拄只知影何永国会第三者是咩啊时阵？你敢那无啥意外呢？还是讲你早就知影咩啊就是八连会馆的头家？我当然感觉意外。要不过那边处理的是姚母跟素娃的代志，静雯已经嘛做什么头路，跟我已经完全拢无关系啊。静雯，主导，你要知影米娅伊的本名。其实米娅是信强前女朋友，因是初恋情人。原来是大兄的前女朋友啊，就是你伫叔叔念念迄个哦。伊是进前二十几年前的代志啊。原来周董你甲米娅恁两个有一段过去。大兄你放心啦，而且米娅伊就是，伊只是伊个会馆的头家，哎嘛只是真单纯，给我贵宾卡尔，我无啥无计前的代志啦，啊以后嘛袂啊啦。要不你无煞甲我讲这個，我甲静雯二十几年无联络啊。即马我有幸福的家庭，我敢若希望伊嘛会当有幸福的人生，我对伊的感情都敢若安尼。你也是跟以前一樣，是關心到你放心，我不會跟你太太說我們在八零會館遇到的事情。我今天找你出來不是為雷鋒，我直接問你，你跟姚母怎麼認識？八零會館出來的人都是有頭有面的大頭家，我的實在大方建設的當署長跟我說要大驚小怪。姚母参与我的小弟同款，虽然伊甲伊个太太受冤，常常吵吵闹闹，但我其实因个家庭真和乐。你讲这到底是看会起我，还是看袂起我？还是你认为我伫法官做代志，就会破坏别人的婚姻？敢讲你认为法官的查某人？拢会为着钱出卖家己。静雯，我唔是这个意思。你讲这话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了准讲你甲别人无同款，原来你嘛是安尼看我。我真正唔是看你无起，毕竟八零会馆是较特殊的工作场所，总是引起无必要的联想。姚母的太太嘛是因为安尼，伊才会起你遐乱。我做这道几十年啊，别人的家啊来乱，嘛不是头一届。家家就是让人剩几个嘴皮，掠几撮头毛，嘛算是一种职业伤害。卡叔在经济上有困难，我会当跟你斗三工。你这么是想要饲我，叫我做你的生意生？刘信强，你敢会当留最后一挂尊严给我？你真正误会我的意思啊！我只是无想要看到你这么辛苦。假使你无想要接受金钱的帮助，我能介绍其他的工作给你做。我一点仔拢无误会。你会讲要介绍工作给我，就表示你看清我今麦的职业。当作我想要弥补我过去对你的亏欠，敢会用的？男未婚，女未嫁，你看我啥？什么都卖收，卖走，成婚人就是咱今麦上好的关系。